看，但是冒昧的女孩子要过来赶海了，抓了多少啊？慢点慢点，不要摔倒哦，小心点哦。好多啊，好多啊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他抓了多少？你要小心点哦，不要摔倒哦。哇，好勤劳啊，抓了这么多腊肉，个这么大，哇，你看好大啊，这个腊肉我们这里有十斤都有吧。要不要我放你啊？小心点小心点，抓了这么多，留点给我吃好不好？好，哇，喂，你这个不要了，老板的那个厂的不要了，拿回去给他。朋友说这个几百块哦，不过我们这边人不喜欢吃，不过有时候爱好也是保护它一种方式。反正我们这边就鸡爪了，网上又有人说是薄少长福啊那些，不过这些都不是很大，搞一个上一看，听说有那个衣裤的，有衣有裤的啊，对对对，上面一层，下面。不过这个太小，要大一点吃才好吃。欢迎回来，一海翔牛，我是阿牛，今天过来赶海，走，赶海去。现在这石头缝，想着摆过，最好是穿那个长衣，才不会拖到你这边的手。这里面人家没通道的地方都是很大的，你看这个腊肉又大很多了。你看抓了一把了，哎，哦，这里有一条海鲨，你看它在这个石头缝里啊，哇哇哇，哦，你看它在转，抓住了，哇好啊，哦，哇，你看好上来了，好了把它抓了，哦，看那个千口，可能海浪打了打过来的，是这个蛮大的，还有这个山猴啊，一般海资源丰富才有这个。哎，你看跑了一个石头蟹出来，不过石头蟹的扁种它也是这么大，不会再大了。哦，这个带包的有纸了，这个把它放回去，不要搞烧伤了。来这边我们再找一找，哎，你看这里有一个螃蟹，你看到吗？哎，石头蟹的，我们去抓它，看到吗？这里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先把这个抓了。哎，石头蟹，哇，这个就是公的，很大了，抓了。它这个石头蟹啊，一般都是在一个石头缝边的，慢慢把它就出来了。其实赶海呀，用勺抓是最过瘾的。这个石头蟹，像这种扁种，它都有两年了，它最大也是这么大，都不到一两。不过它也很好吃的哦。不过我们这边卖不贵，一般都是六七块钱。两三五块钱就有了，抓了。这个石头缝边又有一个，它
经常都是趴在石头上面看。哎，看到没有？我又摸到了一个，哇，出来了！你看，刚背过，全部出来了。哇，你看，哦，这个啥？这它跑到里面去了。哇，你看，哦，这个海鳗的，不过这条太小了，我们把它放了。它一般这个鱼都是靠时间的。哎，你看那里，又有一个是海上的桃尖那里哦。你看，这个可能是有点缺氧了，它才从石头边跑出来。还有一点点动，哇，这条可能有一斤多。好了，把它带回去看一下老中医，看能不能抢救。好了，哇，这个水妹妹是什么？魔鬼鱼了，我们找一下它的尾巴，不要给它吃到你哦。这种鱼你不懂的，一般人不会去抓。哦，它那个尾那个刺断了，可能是那个浪把它打到那个水坑里面了。你看，它一般这个刺在这里，这个刺可能是给石头碰断了。这个刺是最毒的，把它抓了。你看，它这个嘴巴像那个蝙蝠一样，你看真的吗？它一般都是靠岸边吃那些螺啊。那些东西一般到四五月五六月这个季节它都会过来了。我们给那些小朋友看一下是什么咬水的，你看它，你看好看吗？开心吗？今天刚才不错，大丰收，这条鱼啊可能够一车人吃。好了，把它抓了，怎么装不下？来，今天浪来点松，不敢了。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最后我想说一下，如果大家在沙滩看到这个魔鬼鱼啊，千万不要去抓它或者碰它，它这个两条刺、都是在这里的。毒性很强的，最毒的鱼就是这种的，一憨二虎三三毛，憨鱼就是魔鬼鱼，大家要记住哦。喜爱阿牛赶海的，记得给我点个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山河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。